你的底妆在家辛辛苦苦画完，结果厚重又麻烦，尤其现在夏天又更容易斑驳脱妆。而我用最简单最偷懒的方法就上出了完美的底妆，还能持妆一整天。其实我是一个不敢用粉饼当做底妆的人，因为我是一个大胸肌，那些说什么我的脸很干，粉饼拍上去好十分都是骗人的。直到我用到这块超遮瑕水粉饼，它真的算是在粉饼里面蛮滋润的，它的粉质很细，一点都不卡，所以上脸才会服帖。虽然它很轻薄，拍个几下你们看，这边脸毛孔瑕疵都被遮住了，遮瑕力很够。重点是我的眼下比例超服帖，你看这边的对比是不是很厉害？这边黑眼圈那么明显，这边超平整的，很像开一层滤镜一样。看近看都很细腻，没有厚重的感觉，也没有开磨皮哦，上来就是长这样。你看手的纹路那么明显，也完全都没有。我是干肌，弄到现在完全没有很干很崩的感觉，就是上妆起来是舒服的。除了遮瑕力够又轻薄以外，持妆效果又很厉害。现在夏天不是很容易一下子流汗，一下子又出油吗？那我用这块粉饼带妆到晚上，底妆几乎都还是很完整，完全没有斑驳或卡粉，真的超级好用。